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最后一天啦，回中国吃拉面啦！我要吃中国的牛肉面、重庆小面，全部有汤的东西。为什么要爬这种地方？那时候我自己知道保存体力，因为有很艰巨的任务在等待着我们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阳们一点都不好玩。今天要干大事儿，所以要凶一点。啊，我此刻的心情啊，就是往死里爬，爬到了就可以回家了。哎，老师。哇，马车！哇哇！你看他们两个干啥呢？相亲相爱。Hello。他好漂亮啊！你好帅呀！啊，挺酷的。走喽。嗯，好开心啊，没坐过哎。Do you like it, girls? Yeah. 哇，真的巨美。天哪，你不觉得这是仙境吗？不进，进。你觉得马屁股好可爱，好性感啊！嗯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那他大腿肌才性感，真的。对啊，就是那个肉，好性感，光滑又圆润。你们像变态一样，油的发亮，发质真好。健硕的肌肉，看得我想拍一下。马屁股拍不得哦。不能拍马屁啊，这两匹马都互相不沟通的吗？他们共事那么多年也不会怎么讲话吧。啊，尿拉屎了啊。好臭。天哪。Oh my god， 他们居然可以边走边拉。他的粑粑有我的小腿那么粗吧。到了。Okay, girls, are you ready? Yes. Go, go, go. 小心马车。人家走路真的好好笑。他走路有一种倔强。你们以前听说这个地方，我们去这个海，还是第一次？听别人说过。嗯，听过。嗯，那对男女真的一直在玩哎。哪个？那一对。哎呀，甜蜜呀！好羡慕呀！好羡慕呀！他们到底是来爬雪山的，还是来谈恋爱的？我们来吃狗粮的。其实是来谈恋爱的。来吃狗粮的。反正情侣做什么事儿都要亲一口先。对，这是浪漫啊！哎呀，说宝贝儿，我冷了，然后亲一口。
宝贝儿，我累了，好，哎呀，亲一口。宝贝儿，我饿了，哎呀，亲一口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还要来第二次，我觉得这也太浪漫了。我们相约 N 年之后，大家都是携手带着老公这样子来。对， N 年之后啊，很多很多年之后，有没有井柏然的微信？给我一个，谢谢。我想滑雪。哦，怎么？走吧，你走吧，我慢慢的跟着你们。真的有点痛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。如果现在实在走不动了，你就跟大家讲一声。我刚刚厕所那儿有休息。或者这样你能不能走快一点，就是这样扛着你走，能不能走快一点？扛着走你会不舒服，因为我身体要在你身上。对啊，那就一起走啊。对啊，这样。要不算了吧，你给我拍个照吧，要不就跟你走了。那要不要去跟他们讲一下？你帮我跟他们说吧，他们都走远了。我差不多走到他们现在走的位置，他们又走了一大半路了。行吧，给我拍张照啊！啊，记得 P 图啊！啊。哇哇！那你就快去吧，拜拜拜拜。哎，拜拜拜拜。保暖一些哦，好，做好保暖措施哦。给我拍照啊。嗯。哎，这叫旅途路上少了个伴儿。我也不想扯你们后腿啊。你还好吗？没事。腿真的特别痛。医生说他需要休息，他不能够走太多路，好吗？快去吧！看什么看？快去吧！你去啊！你去啊！你去啊！你下去！你上去！我是上去，你快下去吧你！谢谢我团员给我那么多的温暖。给我那么多的安全感，觉得要离开这样的地方